这样吧，你不是歌手吗？对。啊，聊了这么多，你今天来找的，我看了一下，就是表演类活动策划助理哈。对对。您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吧，活跃活跃现场的气氛，也让我们大家从刚才的那一趴当中走出来，咱们翻篇吧，好吧？抬头是天上的白云，低头是你们的真心，一声好兄弟感动人，送一个会心的眼神，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越战越勇才是真男人，让我们来尝一尝青春，举起杯兄弟情深，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再多的困难也要一起拼，雨后的彩虹更迷人，好兄弟心连心，好兄弟心连心。感觉这歌唱的不走心，太浮夸。是。和那个手。太多了。太多了，喧宾夺主了。我是比较受不了这种风格。看来这个舞台其实是这样的表现形式，有点错位的。应该更真实的去表达他的一个，其实他跟他儿子那段就大家就是挺走心的，但这歌一下子出戏了，出戏了啊。那平时在这个酒吧里常唱的也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哈。啊，对对对，自己的一首原创，这个是。你今天来找的是表演类和活动策划助理，活动策划助理你干过什么？我呢自己独立的，还没有做过什么很大的一些东西啊，没有啊，大型的一些独立完成的还没有。其实他还没有做过太多大型的策划活动，你看这都是做这个酒吧，也还是应该不是特别专业，而且他的学历也在这儿。虽然说今天没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带着儿子回去，但是你也让我有了一个机会，代表我们广大忙事业的男同胞说几句心里话。天下男人都挺苦啊，男人其实也很难啊，也希望广大女性啊，尤其是这个妈妈们也好啊，这个奶奶们也好啊，姥姥们也好啊，对于职场男性也多一些理解吧啊。就有一个希望，不管你将来去哪儿啊，一定要关注孩子的成长，毕竟他只有你了，现在是吧？啊，希望你以后在做爸爸这方面要再加把劲儿啊。嗯，好嘞，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哎，谢谢，再见。好，再见。Yeah, please tell me that I can't, that I won't, that I fail, that I'll never make it out. Yeah.Please tell me all the bad, never good. Fill my head full of every single doubt, yeah. Please say any negative thoughts. I pop off when I hear people say I cannot. I get off to the thought of proving everyone wrong. I won't stop to the top, so you better back off or get lost. I'ma stay loud, stay proud. Never running out, never heading south. I'll be spreading out, call it word of mouth. Can't put me down, I'll be... 莫属，请将简历发送到非你莫属2010@126.com。如果企业家想招募人才的话，请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163.com。